北武汉市等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。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信息给我，信息给我，四样信息，四样信息，太紧张了，身上全部是错。完了！快走！现在三千病房传染，一晚上全部就爆掉了。做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。路在脚下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。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，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武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，谢谢你们。上今日头条。